我今天应该瘦了3公斤左右。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没吃午餐了。我下午喝了2瓶水，这第三瓶。然后上课上一半如果晕倒的话，然后上课上到一半，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金。因为呢，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吃太多了，最近要挑战三餐只喝水。那今天会陪伴我的水壶就是这个，这水壶看起来是跟一般的没两样，它很厉害哦。摸一下，哦，他告诉我说里面的水是22度，哎，第一餐开始喝水。我打算就是挑战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不吃东西就好，因为超过12小时我怕我受不了，因为我现在用手机在录影，所以用怪兽对讲机给你看一下时间。看到了各位，现在是8点34分，这次挑战就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都只喝水，剩下一点点水，待会再把它装起来。那今天有一些行程，今天就是要先去出货，就谢谢大家给我买了很多东西，然后再来就是去 YouTube 领薪水。好了各位，事情完成差不多了，外面今天蛮热的，所以今天我已经喝了一瓶水，然后这是我又装了一瓶在里面，哦，现在里面是19度，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肚子饿的感觉，假装自己在饥饿三十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昨天经过夹娃娃机店，夹超多玩具总动员的吊饰，你看可不可爱？哇！那我昨天夹的这些，我都把它钥匙圈拆掉当摆设。好，接下来就晚餐，给你们看画面。继续。你碰一下这个水壶的那个头，有电的，哎，会显示温度啊？哦，不是有电哦，会很屌。碰一下它的那个，有电对不对？不是，你有病，就是会显示温度。哎呦，现在5:55，皮卡丘在吃晚餐了。你看，各位，喝水。我今天应该瘦了3公斤左右。我已经好几年没吃午餐了。我下午喝了2瓶水，这第三瓶。然后上课上一半如果晕倒的话，然后上课上到一半如果饿昏，你会怎么样？请你啊，好，那我绝对不会昏倒。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，我等下如果上课上一半昏倒，你赶紧拿食物塞我嘴巴。OK， 不要耐你的牢骚塞。现在时间是10:25，所以挑战已经结束了。今天三餐喝水下来，我觉得我现在身上至少瘦了3公斤，我是瘦到剩骨头。3公斤还是3公克？再喝最后一口水就开始大吃大喝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次的三餐只喝水计划，我要开始吃饭了。大家喜欢我拍什么影片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然后中众频道有发布新影片，记得过去看看。记得来看我的影片。好，拜拜。